Yo, what's up, guys? 你们好吗？欢迎来到加拿大的人日常，我是 ID， 我是龙哥。那我们上一集已经教大家怎么就是用英文问候，那我们这集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英文表达我们不爽，就是要吵架要骂人，就只会讲到什么 fuck 啊那种脏话。那我今天就想要学一些就是不要一直带脏字的那种方式，让人家觉得说哦，我就是很不爽。对，然后一样，我们上次的团队，我们还是讨论出了几点，总共是有五点。那我们等一下分配大家来介绍这几点给各位。我们邀请了我们的特别来宾，那我们还要施展一下人数。好，我们一次召唤两个。欢迎我们 Lauren 跟 Roland， 有够难念的Roland。我听起来是一样的。然后一个 R， 非常相近。OK， 那我们一如既往，因为 Roland 也上过我们几次，有 UBC 的，还有上一集。那你再重新介绍一下你自己。So， 我就是 Roland， 我也是认识，我是 Aiden 跟 Sean 在大学认识的朋友。没有，在这里面叫我龙哥啊。哦，老哥，ID 对吧？Okay， 罗恩就是我们摄影师。有时候我是会遇到说人家生气的时候，我听不出来，或是我想要让人家知道我生气，然后表达不出来的情况。对，所以我们今天有统整的五大，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讨论的，我们可以一人选一个，然后自己讲。OK， 那我们就说我们这一集就要一起来骂你们。OK，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选好自己该讲的东西。再来看的肠粉们，你们注意啦，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看起来有点凶，看起来有点骂你们，但是我们都是想要呈现说，哦，有人对你这么说，或者是你想要这么说，不要傻傻被人家骂还很开心，觉得他对你很 friendly。谁白一点？谁先？你呀、啊，你是第一个。OK， 我觉得这个最好用 ，like 你就可以说他今天这个人。突然不知道在干嘛，就说 like what's the problem？ 我这problem， 对，你有病的意思。你有什么毛病？那种感觉 ，Yeah。For mine, I chose I usually use when I'm in a situation when someone's like kind of annoying me or have a problem with someone. Someone be like, oh, you have some beef with me? You have some beef? Beef, the easy, just like, what's your problem, kind of, right? Well, I really like beef. Beef, you have some beef with me? You have some beef? 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吗？这种时候就是他们完全听不懂什么是 beef， 然后就会觉得人家在 friendly 这件事，就会觉得说，哎，他要请我吃牛排。Beef， 你说 beef， 哎 ，chicken， chicken， 会说，你在讲这个。Do you have some beef with me？ Thank you。Thank you， I like beef as well。对，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真的吗？其实了解嘻哈文化，他们的那个，对，就 beef 就是什么意思 ，beef 就什么意思。对对 ，OK， let's do this。女生也是会骂的。其实我们要强调，刚刚我们前面说骂人不需要只有这个 F 开头的东西，就是如果可是一个语助词，可是你要知道它怎么用。对，没有看过我们这集的朋友，可能对英文文化没有相关了解的话，他们只可能大家可能只会说哦。对不对？但是今天 F 这个东西呢，是用来点缀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语助词的感觉，叫做语助词的感觉，就有加强那个语气。对对，来吧，凶一个 ，Let's do this！ 来，我要弄你吗？你不要笑，你要真的是笑，你要笑。那你想，你现在想骂谁？继续，你要讲后面，人家讲。你不能笑场，你平常不是跟我那么温暖。没有，前提是我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就是骂得很凶，因为有时候真的遇到很多白痴在开车，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来，方向盘。对啊，他们插了你，他们切了你，你就突然切我吗？对，我一般我会直接说。讲什么？哈哈哈哈哈！好烦啊！我不想一直骂脏。OK， 第四个是我的，我在中文蛮常会用这个东西来讲，就是 Are you mental？ 就是白痴、神经病、低能，你低能吗？那种感觉。有没有？你要骂人家？我说这集就是要骂你们，Are you mental？ 低能吗？还也可以加一个，也可以加一个 Are you mentally retarded？ 哈哈哈哈哈！加一个。retarded 就是 retarded
Okay. Are you mentally retarded? 感觉就是比较凶一点，这个比较凶一点，就是 mental 就是比较有比较，就像比较符合我，对吧？ 那你很凶，就是 Are you mentally retarded? Are you mentally challenged? 哦，哎，怎么刚刚没有？现在都出来了，很久了，他冷很久，他冷很久。OK，好，反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比较挑衅意味的嘛，我们可以用演的啦，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用演的吧，我们用演，让大家知道说是什么情况，大家会这样用。 Yeah. Hello. What's up?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Okay. How are you? Not bad, not bad. Just enjoying the night. Cheers. Cheers. What? What's your problem? You tell me. Yo, fire! What's up? Who the fire? Yo. What do you mean? What the hell's your problem, bro? I don't know. You tell me. Show me what you got. My God. Oh,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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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我觉得大家刚刚看那个影片，应该是那个片段，应该是有点尴尬。<笑>我自己都有点尴尬，请大家多多包涵。反正我们就是想要教大家，就是怎么表达不爽。Yeah, so 我们要教。对，先，主要是哦， you come at me, bro. Show me what you got. 对，那种感觉就是，哎，你就过来啊，来啊，来啊，就是要怎么解释？就是你来啊，你来，。就有点要打架那种，但是这种时候就是多对少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对我一个可以这么说，对。可是他两个对他一个，他也是秀肌肉啊。我那不是肌肉，我会被踏伐哎。他不是show me what you got, show me what you got, my god, my god, 超 low。好，反正。就只是娱乐大家，用一个比较娱乐的方式教大家怎么骂人。对，然后我们也骂得蛮爽的。哎，其实我刚刚蛮 enjoy 你们骂我，然后我骂回去。你有病吧？我一直在随时准备有人要骂我，要骂回去。对。哎，其实我没有，我通常不会准备人家骂我，所以有时候我被骂的时候我会吓到。像一般打招呼，有些人也会加 fucking 什么东西或 fuck 进去，可是就是加强语气，所以就还好。那不是在骂，因为有很多 situation 他可能加脏话进去，不是在骂，好像是我们在讲话说，哎 ，top level you're doing, so basically, 其实人类到最后的最后还是 body language, 还有你的 facial expression, 整个 situation 是怎么样的 situation 的 part two, right? 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对，我平常不会这样骂人。对，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子。好啦，我不知道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或是有任何想法，希望我们拍什么类似的影片，都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哦。Yeah, 那喜欢这支影片，记得点喜欢，按着小铃铛开起来。然后I think see you next time。对，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拜拜。记得 follow 我们的英文小老师。Yeah, Roland 的 Instagram 在楼下。对。一定要 follow Lauren 的也在楼下 ，Lauren 也在楼下 ，Roland Lauren， 我没有啦，他还没错。